这张大地图的哦，可以看看预设大地图，我让他们过来。好的，来啦！想问观众想要怎么抢，就是在我们直播下面的我们的 DC， 在我们的 DC， 然后报道成功，选择对应的身份组。看你是什么样的身份，好不好？我们的规则都有，选择对应的身份组，然后在我们就可以加对应的语音群。我们最近才报道有刷了一波，好不好？下一批可能要再等一阵子。还要记得哦，你的身份组如果也要跟动啊、改变啊，都要登记哦，你不能自己。今天觉得你是新手，明天觉得中手就自己变，不行哦！啊，都要去申报。我们这个关键就是要好好申报。那我们来看看，有新手，没玩过的，就让你们。优先，对，直播下面有 DC 群，才刚讲完，Hello， 就在我们的 DC 就可以来，已经维持好几年了，那只是现在这个要调都比较久了，所以我们就请大家多多体谅。那我们今天有两个高手感觉就很高了，我看看哦，七人两高啊，八人两高，有三新手，其他中老手也可以，就记得，相关规则好好看。然后我们今天的版本是 1.21 嘛 ，1.21， 那也记得要干净的麦块，任何的启动器模组都不行哦，干净又卫生。那就来等候你们，等一下，忘了你们的登记，今天多少？0705，我们的讨论创忘了更新。等我，1.21，啊 ，waiting for you。这演的太像了吧？我甚至没有打阿乔。哇！对啊，一开始啊，我就想说他应该是间谍，就理他。我没有，我只是忘记了要打你而已。他太强了，好强、哦！你是刚睡起床哦。我有一个刚睡醒的吧，不是，不会有第一个在认错人的吧？还是因为你吃爆米花就变这样了？爆米花不要吃，很危险。好吃哦，好粗。他都用饭锅做爆米花，很厉害哦。饭锅做爆米花，我的电饭锅还能用啦，我不许你们笑他。还能再继续做爆米花，还继续做爆米花，是不是？他有成功做过饭出来，好不好？所以真的，电饭煲可以做爆米花、哦，真的、哦，我不知道、欸。是啊，忘记放水了，不要再问了。你不要进厨房，你这不要进厨房，很恐怖。你不要进厨房了，不要问了，太危险了。厨房不欢迎你。你们这电饭锅注意一点。我下次去游泳，不要不要，下次帮你做爆米花，太可怕了。我们的厨房会贴，阿喵与狗不能进入。阿喵与狗吗？太侮辱狗了吧！厨艺大师还得是你。我们等一下是捍卫模式，持续拿着国王宝石。好，等候大家。玲玲加入，按错了，完了，完了，全部都是同一堆的。没事，我们今天
变成蓝色了。嗯、啊，哦，我们再换。我想说，每次我们都红色，对不对？偶尔换一下蓝色也不错。好小啊，季，你、欸、小些什么啊？你怎么了？你要小，这样子打好像也不，刚刚之前好像很难打、啊，就不好打，打小的、嗯。说不定啊，那个、啊、之后，哎、欸，放大药水，缩小药水。嗯，放大药水变成巨型僵尸那样，就有力量一，但是大家就很好打你。变大手也会变长吧？我们上次测试其实很，就手感很奇怪，很怪，手感超就是你挖东西的距离感觉有变长，但是打人的距离感觉没有。打人好像就再看看普通的那个一样。哎、欸，那个实况队，实况队的，请换蓝队。哎呀，好，蓝队，蓝队，实况队的。木南，阿喵。好，嗨。换蓝队，换蓝队。蓝队、哦，全部都是蓝队的牌子哎。对，因为我怕你们打到。那就来挑战啦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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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不吃啊，他超爱的，好不好？我超爱的啊，就旁边有垃圾桶都会留着啊。没有，怎么可能？我超爱的，我都把那个茄子留到我地狱的时候会再吃。挑留到最后再吃。对对对，等我下地狱的时候，有没有就有一堆的草夹子可以吃了？真香啊！真是地狱。我地狱的伙食就是茄子啊，三色豆啊。香菜有没有？香菜越拿都不会拿啊！恶心！再两个，再两个。这有一个金的，这里有两个、三个。在不一样的地方又一口有没有？哦，不一样的。我只有金而已。为什么你们都会挖高一格？有，我够了，我够了。挖高一格是这样。就是阶梯，我们阶梯下来往高一格，接头直接碰泥土啦，不是碰水。对对对，头直接碰泥土。他可能想吃土吧？因为他只会生存在脸那个啊，头上不会生的、啊。我说一点二一不是可以吃土了吗？可是我有在头上挖过铁呢。你在楼梯上的时候可能才刚好在那一层。那就是看你面向哪里啦，然后那边就会生。或者是你可能往。偏上看，他就可能站在上面。这还有，还有这还，这还两个，这还有两个。哦，那么厉害，又一个。哦，我要出发了，我要出发了，我好了，我好了。哦，你好了、啊。我最好的给你啊。我等一下去帮你。水中应该比较难。七十。水中这个我还真不知道怎么挖、欸。先把它堵起来，往下挖。对，这样就有那个空气，他们都很喜欢这样。我们会保护你。他们有两个人哦。我也可以去。有第三个。啊，我死了。没事。哎、欸。多了一个，我多了一个。挖了两个，挖了两个。好、啊，他先做剑哎、欸，有有有，我死了，你倒了，嗯，没办法，他先做剑了，他先做剑 了，我来了，你拿那个、啊、稿子，稿阵枪，我拿，啊，所以那稿子靠他的、啊，都挖了吗？那节神剑，他最后一个，你挖两个嘛，对，那四个挖好了，我堵起来了，我堵起来了。啊！这么快打！哎、欸，这五块钱，大家都五块钱，又一口五块钱，打赢他。哦，来，他是假国王，犯错了。他死给你有国王吗？笑死！
没有你一个，我可以努力哦。好诶、欸，努力三，我们要依靠哈基了吗？啊，好扛，好暖。你看土司猫啊，你看土司猫150哎、欸。哥，不要拿150再去审稿子喽，注意哦。我觉得我们真的有克到杰克，你知道我刚刚连续挖了两颗钻石吗？不好意思啦、啊，我就跟你讲了哦，你看我们现在大家一起，对不对？我们大家一起，你运气就回来了。怎么会这样？平常太讨厌土司猫吧，完蛋了！你就跟他相克哦。哇，两个不能在一起，连下次的间谍要投谁都选好了。我努力买起来。阿彪要买吗？还是我买？我买吧。好诶、欸。你们属性相克啊！蟑螂怕拖鞋，乌龟怕铁锤，阿喵怕阿杰。还是我怕他，还是他怕我？到底呢？西瓜怕比基尼，欸、也不怕，不怕，其实不怕啊，澄清，完全不怕。来多少比基尼就扛多少，有点太可怕了。不要小看我们家西瓜。关你是女装比基尼、女仆装、OL 装、学生妹装都可以，下次就给你们死库水，跟你们讲。哦，你要喝这个水吗？死库水耶！是你要喝这个水？我怕了。啊，记得死库水，我喝。好可怕，好可怕！喝啦，喝啦！乖乖，等起，饥不择食。不要喝那种奇怪的东西。鸡是基本的，鸡不可死，几乎则死，死啊！痛饮哈记的死库水，口味很重，好奇怪。举杯痛饮哈记死库水，你们好奇怪，你们好恐怖，先干为敬。我要先登出对话了。他自己退出去。我们煤炭被挖了，我们是蓝色。他们挖我们的炭。那我感觉就被偷钱。我等下去找。怎么偷钱？合理征税？乱讲。光征税一下、啊。阿杰征税了吗？尽量征。弄完了。素油。哎、欸，三阶动力了，三阶了。刚刚阿喵就已经弄了。哇，不愧是阿喵！我要哎、欸，三阶努力，我可以来哦。啊，阿喵胜了哦，好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想表现一下的。先一步啊！对呀、啊，可惜，烂、啊、透了。我们的守卫有什么？应该是没有，看有没有五十块可以去弄。我去守煤炭。不要再挖了！哎呦，我有跳，很会跳。哎呀，石头埋煤炭。哇，真的是一开始就直接来、欸，稿子生好就来煤炭了。书柜我买哦。OK。钱不够哦。啊，不是很帅的，说你要吗？我先帮你买，但是我的卡刷不过，还是你先刷？对，我刷没刷过啦，哈哈，刷不够哦。哎，啊，哎哎，哦，铁剑也可以，该回家了。刷起来，刷起来！附魔台好了没？我真的都不能动了。再刷卡，再刷卡。看他自己有没有刷卡、啊。有了，接到钱，接到钱了。刷不过，直接附魔台全拆了。努力给钱呐、啊，努力都不给钱，哎呀。
我要真睡了，阿喵。我们就是那個。